各位大家好，各位全世界的超凡家人们，哥哥姐姐们大家好，以及所有的 SC 们大家好，更想念的我们的陈老师、季老师好，我一转眼两年多了没有见到你们，好想念你们哦，真的很想念你们。各位家人们，这个世界是无情的，再多几天圣诞节就要到来了，现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祝所有全世界的家人们圣诞节快乐，健康平安吉祥，事事如意。再过几天就过年来了，咚咚响咚咚响，祝你们也健康平安快乐吉祥，更祝我们的老师陈老师、季老师健康平安吉祥，感谢老师，感谢陈老师，感谢季老师，感谢你们。很感动，几天睡不着觉了，听着老师讲要讲话是很兴奋的，睡不着觉。可是因为呢，在想今天我所有的一切，刚才听到我的家人们，我的弟弟他的孩子们，看到他们全家人可以改变命运，真的是如果没有遇上安慰，如果我们没有坚持，如果没有遇上安慰，没有遇上贵人，没有遇上老师，第一没有遇上安利，没有遇上贵人，没有遇上老师，我们在哪里？你帮我想，今天我们全家人的命运在哪里？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如果今天没有遇上安利，没有遇上老师，我老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是一对很平凡的夫妻，你们看一看一下。今天你们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，你可以感觉我老公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，72行他做了32行，他的外号叫改行道嘛，他就读到小学二年级，因为他12岁就没有父母亲了，所以他就出来到处流浪，到处做很多很多的工作。而我呢是一个很平凡的会计，还没有加入这个行业，你看我们两个我左看右看有什么特别吗？一点特别都没有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这样很平凡的夫妻。感谢你看到我弟弟家人，真的非常感谢陈老师。我们有今天的小小的成绩，真的很感谢陈老师。如果没有陈老师，我们全家人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依仗陈老师，我们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成绩。真的还是感谢老师，陈老师、季老师。真的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在想，这种照片这样的人能够变成今天的我呢？对呢，今天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字，两个字，相信。因为当初如果40年前如果我没有选择相信的话，我没有今天。幸亏我选择相信。真的相信的话，老师讲的对，老师的成功经历来源就是相信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事业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呢是带着什么，带着怀疑，老师说怀疑是应该，可是要求证。可是为什么我会全景婚呢？就是我的介绍人告诉我说，慧珠啊，做安利有10个收入，做这个事业有10个收入，有10个收入，哇，我心啊兴奋，10个收入，那就是我要的。其实叫我做安利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而且我曾经说过，打死我都不会做。我没有兴趣，也打死我都不会做。可是我兴趣10个收入，记得哦，我没有兴趣做安利，可是我兴趣10个收入，我有兴趣10个收入。真的在这里呢，这一路上真的非常感谢我老公的介绍人，就是我们的介绍人，就是阿公，谢谢你，真的苦口婆心，幸亏有你，坚持，跟我们讲了30次。如果你没有坚持的话，你老师在哪里？我老公爹在哪里？如果你没有坚持的话，可能还是榴莲老叔叔。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但是我们对对平凡的夫妻，因为遇到了老师，遇到了贵人，遇到了第一名的公司，你看一下，很平凡的人。可是当初为什么他们说，40年前，为什么你会这么积极？很多人说以前的人做安利就好，你们看看一下以前的人做好。你知道当初我加入的时候呢，我就听老师的收入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要怎样把这个10个收入放进我口袋？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要我，
我要怎样把这个十个收入放进我口袋，我要把这十个收入放进我口袋，我要怎样去做。然后我因为我以前我们最高聘的只有滴滴，我们的介绍人滴滴，然后告诉我的话，如果有缺的话你去上去公司，因为我住在马六甲，开车以前还没有啊高速公路的话必须3个小时，我必须开车到安逸的走过去，那时我才20岁出一点点。但是我就想，我要成功。他说好，要去总部。那时我怎样呢？我就帮我的螃蟹，我的上线，说你们要不要买货啊？我帮你们，我去上面帮你们拿货，你们补我车油。我开车去总部拿货，你们补我车油，我就这样，我的车油就免费了，厉害哦。然后我们去到总部的时候呢，我不只是拿货，我一去到我的公司的时候呢，我很喜欢看什么叫龙虎榜啊，我就一个个看那些人的照片，看那些成功人士的照片，一个一个看，红路啊，有猫荣，一个一个看。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，诶，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成功？聂荣如果他可以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如果他可以，我一定可以的。我自己告诉自己哦，他们也没有跟我讲话，在他们照片挂在墙壁上面那些钻石以上的。然后我告诉他一下，为什么他可以？他有两个眼睛，我有两个眼睛，他有一个鼻子，我还有一个鼻子，他有一个嘴巴，我有一个嘴巴。如果他做得到，我贵族做得到；他做得到，我贵族做得到。我就这样自己鼓励自己。看完之后，我就很兴奋了。每次看完那个龙虎榜之后呢，我有一种感觉：如果这六个人里面有六个哦，是我介绍极好哦；如果里面有六个是我的下线呢，我就发了；如果里面六个是我的团队呢。兴奋的，所以陈老师说，做人要敢梦敢想敢要，啊！我一看到那照片，我兴奋，然后我带着很快乐的心情又回马六甲。那时你知道吗？我们做的时候，很多人反对，很多人拒绝试乘一天。第一个反对我的人就是我的父母亲。所以各位家人们，如果你今天是你爸爸妈妈引你进来的，你要非常 lucky， 你要非常感谢你的父母。你父母没有反对你，你刚才听到我弟弟说什么吗？我的爸爸反对，我的妈妈反对，我的阿姨，我的叔叔，所有等村人都说安逸不可以做啦，安逸不能做的，没有一个人说可以做，怎么办？每个人都说 no， 爸爸 say no， 阿姨 say no， 妈妈 say no， 所有等村人都 say no， 那么我怎么办？我要不要 say yes？ 他们 say no， 我要不要 say？ 可是我去了安利公司，看到哇，一去那边，我很有信心，我信心满满。哇，这个是我的公司，这个是我的靠山。哇，这么大，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，我不要做嘛。而我加入会员才100块不到，马币100块不到，这个就是我的公司了。为什么我不做呢？如果今天我做会计的话，那公司是人家的，是老板的，是他的，不是我的。而我的介绍人说，安利是我们是 partnership 合作伙伴。但我听到我就很兴奋，这个公司是我的，为什么不做？他们不懂，不代表我不懂吗？我就看到安利公司了，这么大，为什么我不做？而且他还没有嫌弃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不做？我不是笨蛋吗？所以呢，那是我老公，像我老公这样的小学二年级。在那边卖鱼人，安利公司都没有嫌弃他，安利公司给他一个机会，我们感谢的来不及了。所以这辈子我们非常感谢安利公司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完公司之后，我就回到马来西亚，就回到马六甲的时候又很兴奋了。所以常常我遇到人家拒绝我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喜欢到公司去，用公司来鼓励我。因为从小啊，因为我家里是做生意的，我从来都一个习惯，就是不等不靠不要求，就是说这生意是我的，安利是我的生意，为什么等人家鼓励呢？为什么等人家鼓励我呢？所以我就有一种概念，这个事业安利是我的事业，我的事业不是工作，是事业，我不用等人家鼓励我，所以我要自己鼓励自己。如果你是这样，我的介绍人睡觉，李老师介绍人睡觉，这样他忘记鼓励我，我的介绍人睡觉，阿公睡觉，他忘记鼓励我，这样我就不用做了咯，我不用做了咯。可是我知道安利是我自己的事业，不是做给安利，也不是做给上线的。今天事实胜于雄辩，安利是自己的事业。当我清楚的做跟我老公，我就知道了。今天我选择第一名的公司，选择了什么呢？
李老师。李老师是一个很爱安逸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刻苦耐操劳的人，所以在这里看看。所以各位女士们、各位小姐们，记得你那时候还没写伴侣的，要写一个积极做安逸的。最张图就写到李老师，我们就夫妻一条心，夫妻一条心，夫妻一条心。当我看懂安逸的时候呢，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：第一，我们有做第一名的公司了。然后我们如果要做安逸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讲，我们要做，要做，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很想成功，这怎么办好？不然你就找到一个人送给我们一个卡带，一个卡带，我们两个我就听。我们就一路听一路哭，一路听一路哭。那陈老师那个卡带一直流眼泪，很感动。然后他流眼泪，我们也流眼泪。听完之后呢，因为我这辈子虽然不是很富有，可是我是生在小康之家。我讲做这么有这样苦的人吗？今天而今这么苦，而今天做了安利，他出人头地，改变他的命运。然后我老公说：“老婆，我们一定要快点想办法，我们一定要成功去见这一个陈老师。”我们一定要在安利成功，要去见陈老师。那时我们只是一个珍珠，做珍珠和翡翠珍珠。然后呢，我老公说我们一定要上钻石，我们一定要上钻石。所以当我们有明确的目标，我们要上钻石，因为我们要见陈老师。因为我们要见陈老师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再走冤枉路。因为我们带着团队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只会卖安利，我们不会带团队。所以带不是怎样，上天有给团队能带。最重要的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安利成功，我们一定要找名师。所以那时候讲，我老公说，只有我们去查咯，去查查查说，哦，我们必须要做到钻石，做到钻石，做到钻石才可以见到这个陈老师。所以我们两公婆就设定一个目标，我们一定要上钻石。所以当我们两公婆有共同的目标要上钻石那一年，要上钻石那一年，哇，我们就告诉我自己。因为我的一个兴趣很爱看电视剧的，我们一回到家里，哇，要轻松一下嘛，哦，哇，两个人抢。可是当我老公说：“老婆，我们要上钻石哦，我们一定要上钻石哦。”当要上钻石的时候，我老公说：“老婆，我们来下一个目标好不好？不要看电视剧。所谓我们马来西亚有 DV 就没有 PV， 有 DV 就没有 PV。”我讲：“好了好了，为了我们见老师，见老师，为了安利更成功。”更好做，所以呢，我就跟我老公下定承诺，我们把电视机门关起来，不给开，没有做钻石不给看电视机，没有上钻石不给看电视机，我们就把门封起来了。然后封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怎样？我们两公婆就很好的，就很好玩的，就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我们的驾驶旁就粘一个钻石，哇！我们每天钻石钻石，然后每天说钻石机钻石机，李定成皇贵珠，掌声。每天自己封自己钻石，那时候还可以做钻石。可是目标说我要做钻石，每天告诉自己李定成皇贵珠钻石表扬啊，快乐还没赚。可是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，那老师讲，当有目标的时候住了，你乐在其中，你很快乐，见谁帮谁，见谁帮谁，真的，皇天也不负有心人，非常感谢老师，感恩老师，再见老师。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，真的能够在那一年呢，我们就到三本机构阿拉斯加那边呢，就见到陈老师了。真的，一见到陈老师，我们整个能量也改变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团队改变了。所以呢，我再想想，如果没有遇到陈老师这一切，我可能还是只是一个滴滴。真的非常感谢老师，感恩老师。真的，我的人生跟李老师的命运就改变了。真的见到陈老师的时候，真的，你看我为什么想讲，为什么一定要做安利？因为我一个目标，我很爱玩。当我的介绍人跟我讲的做安利有这种收入之外，我的介绍人跟我讲做安利贵族哦，可以环游世界免费，哈哈，环游世界免费，环游世界免费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我要的？环游世界免费，你不要咩？你不要咩？很多人讲兴趣，经济旅行咩？所以的废话，所以你要明确你的目标，人生到底要什么？如果我是做会计的话，老板会不会给我免费去旅行？再想一想，如果我做会计的话，老板会不会免费给我去旅行 ？No， 没有。可是我心想，我只要安利你，好好的努力为我自己，我可以免费旅行。真的，还是一句黄金不会辜负有心人、有目标的人，咬住目标，盯住目标。咬住目标，盯住目标，
真的，因为安利之后呢，因为我爱旅行嘛，自从我从我25岁一直玩到现在，我60岁了嘛，已经玩了30多年，整个地球已经走完了，太幸福了，太 lucky 了，太幸福了，已经怀疑整个地球玩走完了，有了88几组，现在哪里很有趣？伊拉克，我老公讲伊拉克才不要去，然后所有的火车、游轮、Anchor 的东方火车，所有的工具都做完，剩下一样火箭，哈哈哈，对，我看很快乐。今天完成我的目标，可以环游世界，因为我选择了安利，不是我兴趣，因为我有很大的愿望的目标，我要10个收入，我要环游世界，我很想自由，我这个人很爱自由的，我不喜欢上班的，其实我很讨厌上班。你喜欢上班吗？你真的喜欢工作吗？骗人，我不喜欢上班，我不喜欢工作，我喜欢自由，我喜欢时间的主人，金钱的主人，我喜欢时间的主人，金钱的主人，我喜欢我的命运掌控在我手上，多好。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做安利？你这100个 no 是你的事，我没有理由我会做。当我了解安利的时候呢，我跟我介绍的时候，我介绍的，只要你帮助6个人，你就钻石了，你关心6个人，你就钻石了。所以在我脑里面没有理由我找不到6个人，没有理由我找不到6个人，没有理由我贵族找不到6个人要环游世界，要10个收入，要自由，要保障的人。对，老师说就是一个人的想法，老师说一个人的想法定江山，你要积极乐观，一念之差上天差，一念之差下地老师说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这个一个想法，其实安利不是老师说方法，是想法。真的经过真的相信老师的每一句话，我已经环游整个世界了。现在那么走进什么，不单你看10个收入也有，环游世界也有，懂吗？做安利没面子吗？走进上流社会，什么做成明星，变成名人，变成什么可以笑傲江湖，哈哈哈哈，笑傲江湖，光宗耀祖。大家听我弟弟说的，今天若非安利我们全家的大人，今天安利可以改变我们全家的命运，笑傲江湖，光宗耀祖，扬眉吐气呀！哈，不好咩？你不要咩？谁说安利没面子？你看这照片，今天更幸福的，今天在这个事业里面。过去的我，以前我们看到律师，哎呦，如果戴四方帽，可以看到律师医生工程师，哇，很崇拜他们的。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做了安利，哈哈哈哈，英联邦律师很羡慕李老师贵族姐。你知道曾经迪文仲跟我讲过什么吗？迪文仲贵族姐，他来我家，他看到我家的这些文凭，他一直看一直看，贵族姐。我有一样事情跟你商量，我今天有什么事情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李文正说：“我看到你的文凭，我很喜欢。哦，我可不可以把我家的文凭跟你的文凭换呢？把他家的文凭跟我文凭换，把他家的文凭跟我文凭换，才啥的？拿你文凭还要做工，我的文凭不用做工。拿你文凭还要做工，我的文凭不用做工。听好了。”过去我们很羡慕的，可是今天他很羡慕我们的。真的，今天安利到底是什么？今天转回来说，今天安利不是改行，而是改命运，让人羡慕，让人爱戴，让人需要。听哦，让人需要，让人爱戴。哎呦，太快乐了，没面子没？所以你们都能看到我们文凭口水流流。现在呢，真的。他是一个非常听话，每次都说贵族姐幸亏有遇到陈老师啊，还每天都跟我讲贵族姐幸亏有遇到陈老师，如果没遇到陈老师他也看不懂，他也不可能坚持到店。真的谢谢陈老师，谢谢感恩老师，因为你李文仲才看懂安利，谢谢借力咯、哦、谢谢。然后更感谢的，这一路上呢，我们有今天这个小小成绩，所以等到讲到千点万点不如名师指点，真的感恩老师，感谢老师，千点万点真的是感谢老师的指点，千变万变不如自己改变，就这么简单。感谢老师不嫌弃我们，感谢老师我们跟你的业绩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是老师永远对我苦口婆心，把我当妹妹，把我当女儿这样交代，老师谢谢你。真的老师永远是我们的榜样，老师说真的是过去他是穷人家的孩子，
现在的话是富有人家要来买，老师永远做最好的榜样。老师这张照片已经鼓励全底下很多的父母亲们，真的榜样，做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榜样，榜样。老师永远做给我们这些学生做好的榜样。老师今天什么家族的贵人，你看家族贫穷到我为止，家族富有从我开始，这句话太好了。哎，家族的贫穷到我为止，家族的富贵从我开始，太好了这句话。可是有没有人教你富贵从我开始，贫穷到我为止，有没有人愿意教你？那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咯。老师教我们这一辈子贫穷到我为止，富贵从我开始。感恩老师，感谢季老师、陈老师、季老师、陈老师。你看他们全家人改变全家人命。老师说安利到底什么？安利到底是家业，安利不是一个人成功，安利可以世世代代成功。 Very good, wonderful, 太好了吗？我们目的努力为了什么？家嘛，家是最重要的。你看陈老师证明给我们看，他今天不是一人成功，他的孩子、他的孙、全家人都在安利的线上，而且已经跟老师要到全世界都去帮助人家。感谢所有老师的孩子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大我大爱。老师说行遍天下，小我小爱寸步难敌，他们真的做全世界做最好的榜样给我们大家学习。感谢老师，感谢老师，感谢你们家人们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真的安利这个事业真的是公平的，真的是公平的。今天你们看到李老师是一个小学二年级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会计。可能说贵族姐你是会计，李老师小学二年级，会不会你的团队都是小学二年级啊？会不会你的团队都是平凡的那些女人啊？哦嘿嘿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我很平凡，可是我今天通过老师的帮助之后呢，今天我整个团队来自各行各业的人，而且每一个都比李老师强，比我们强。你看有英联邦大律师啊，有医生，有律师啊，有牛王，有银行家，有包租公啊，有双博士、沈博士、双博士啊，然后还有啊，达州达定，我们有叫马来西亚叫达州达定部长，嘿，部长哦，部长也有达州，也有达定医生，完全都是这些，都是在生活上已经不错了的。可是为什么他们进来？诶，为什么他们也来了？因为他们要健康，他们要美美，他们要健康，他们要美美，他们也想要学习，他们要能量。所以今天李老师只是小学二年级，可是我整个团队老师说十二生肖的人，各行业因为这个事业公平的，各行各业的人，难道医生不刷牙吗？律师不刷牙吗？假做假定他不要洗澡，不要健康吗？不要美美吗？他们也要健康，他们也要美美。今天不是我们要做安利，老师说不是你爱做安利，是人家要安利的产品。不是我有兴趣做安利，是因为我们大家要健康要美美，真的更好玩。今天老师说安利到底是什么呢？真的一句一言道醒梦中人。今天安利是什么？可以做到年轻人的希望，中年人的舞台，老年人的依靠，年轻人的希望，中年人的舞台，老年人的依靠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今天真的很多人，年轻人有很多梦想。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呢，我的团队里面不单有专业人士之外，有很多年轻人，20岁、21岁、22岁，他们都可以完成他的目标，他们可以做感恩，可以做孝顺，可以让什么？年轻又懂事，懂事还年轻，这是因为老师的教育，老师给我引导我如何带年轻人。他说年轻又懂事，懂事还年轻，年轻人可以少走冤枉路。嘿，冤枉路很可怜的，冤枉路很苦的，冤枉路。我对我刚才的I'm so lucky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20岁就走进来了，我20岁都走进来了，我20岁就走进来了，我不用再走冤枉路。我20几岁就开始环游世界，20几岁开始就有经济保障，不用再看见脸色。时间的主人，金钱的主人，不好吗？不要再走冤枉路，不好吗？不要再看见脸色。命令掌控在自己手上，我太喜欢了，命令掌控在我手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对不对？每天唱 We wish Merry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，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，
年年有钱，年年快乐 ，We wish Merry Christmas, Happy New Year， 快乐。真的呀，这个事业不是只是赚钱，陈老师讲的赚法赚的钱。这个女人是马来西亚人，真的她已经过世28年了，可是她的家不断的一直在拿这个奖金，她的哥哥跟妹妹一直在拿了28年。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业？值得吗？值，太值得了。这女人努力了一阵子，因为身体的问题而离开了。她家里没有小孩，只有哥哥跟妹妹，就把这个事业传给她哥哥跟妹妹。可是哥哥妹妹就一直拿，你想想，安利到什么？就是这公司好到有承诺。你看，现在人不在了，她家人一直拿这个收入证明什么？安利的产品好，安利的产品好，杨家人不在了，可是他团队热爱安利的产品，一直用，用到他的团队里面，他有6组现金，5组是钻石，就证明这生意好，公司有承诺。虽然你不在了，这个事业曾经努力过，他把这个收入传给家人们。这辈子这种公司你去哪里找？不要再找了。眼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安利公司，已经事实告诉你，不在时的收入就是安利的经济保障，你不要吗？所以我们想想的，有时你真的冷静想一想，我们太幸福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拒绝我们的财神爷呢？我为什么还拒绝你的贵人呢？所以老师说一句话，一辈子不要随便拒绝财神爷，不要随便拒绝贵人，不要随便拒绝安利的财神爷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陈老师、季老师，我们的陈老师、季老师就是我们的财神爷。你看，不要随便拒绝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你拒绝了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真的，老师教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创业，老师教我们很多，这辈子找也找不到。老师他们其实可以退休了，可是他们还是在线上第一线上苦口婆心。耐心、爱心，真的感恩老师，感谢季老师，感谢陈老师。所以呢，真的不要随便拒绝。今天幸亏好彩，当初我没有说，哎呀，很难呐、啊，我爸爸反对我，我妈妈反对我，我同学笑我，我整村人都拒绝我，反对我，我没有兴趣啦，我没有时间啦，我没有口才啦，很难呐、啊。哎呀，这个我孩子还小啦，我这个那个多多的借口，家人们，损失的不是安利，不是老师，是 you yourself， 你不做别人做，所以不要随便拒绝安利的贵人跟陈老师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一句话一辈子就没了。财神爷来到你门口要丢金元宝，你还是弄吗？财神爷来到你门口要给你金银元宝，给你财富，给你保障，给你时间，你不要吗？我们讲笨叫笨蛋，都叫都被广东话称大个的。We are so lucky， 我们是很幸运，每天这么多哥哥姐姐们苦口婆心在线上，在你们各种各样全世界的家人们，你们的上线，你们的钻石，你们的创办创办人皇冠大使，苦口婆心的点点滴滴一直讲，一直讲。真的非常每天都要感谢他们，每天告诉自己 thank you not finish， 对不对？所以真正要来的老师告诉我们，今天其实安利已经走到很简单化了，很简单的就什么呢？铁三角，太简单了，就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好好的去看我们的公司，这公司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世界 number one， 第一名的公司，你还怕什么？还给自己借口吗？人家不嫌弃你就好了，你还要嫌弃什么啊？对，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做390英亩，有1000个科学家帮我做工呢，有1000个版权给我，我花什么100块不到，我就跟这个公司合作了。我还考虑什么？我还要给很多借口吗？所以公司已经没有问题了。所以陈老师上讲的，公司已经够好了，公司已经没有问题了。问我们自己够不够好？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珍惜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这个公司？你看，看这个公司的信心满满。当有时你遇到挑战，做人家拒绝你的时候，如果你要放弃的时候，记得快点看这个公司的地图，看久久，不要给人家哦
讲两句你就放弃了，人家看不到，人家眼睛瞎的，你也给他一句，你不是浪费了？开个390英亩的这么大的公司，为什么不做？你还要去造船吗？你要去开一个公司吗？你要去风险吗？还要去冒险吗？风险啊，冒险啊，风险！尤其这疫情，很多公司已经赔钱赔钱，关门关门，赔钱赔钱，关门关门。你知道吗？这两年来，马来西亚又封城又开城，又封城又开城，外面很多的朋友很。救命啊，喊救命啊，可是谁能听到，谁来救你？成功是给准备好的，不要后知后觉，你喊救命连神都救不了你。可是成功是给准备好的，知道疫情的到来，我的团队很多那些男的女的年轻人都很兴奋，都很感谢老师。感谢什么？幸亏当初还没有疫情的时候，他们就准备这个事业。但疫情的到来时，他们照样有收入，照样有收入，照样有钱来，有钱花，有钱用，有钱花。非常非常感谢老师，成功是给准备好的，不是后知后觉跟不知不觉断送一生。所以当你会先说，记得快点看看你的公司，这么大的靠山，靠山，靠山。不要给自己借口哈。然后第二，老师说产品，所以今天呢，公司没有问题的，产品更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？organic 的 ，organic 的 ，organic 的。你看我们的农场，大家有去过我们的产品，经过啊、是没有农药的啊、是 organic 的。我们的净水器是第一名的，空气机第一名的，我们的扭出来第一名。我们每一样产品都是救地球环保，每一样产品救地球环保，为什么不用？用在你自己身上多幸福啊！用在救地球环保的，你也做好事。救地球环保的产品，你看产品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已经没有问题。而且最重要呢，现在病毒还是满街飞，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，满街飞，上面有，下面有，左边有，无孔不入，你看不懂它躲在哪里。所以老师说，最重要呢，我们有最好的产品就是扭出来，你看，这样病毒满街飞，最。我老实说，你有没有穿防弹衣呢？你有没有防弹衣保护自己呢？你的军队强不强？今天有人说我打了疫苗了，可是有人讲为什么打了疫苗还中那个 COVID 呢？为什么打了疫苗中 COVID 呢？因为你的免疫力，老实说，对免疫力很重要。这不是你打了多少次的那个疫苗针，最重要是你的免疫力。对老实说，每天大家千万要记得四餐四养。真的，我们马来西亚今天为什么这两年来我的生意力是因为老师指点，所以我们用四餐四养，大家健康快乐幸福。不要告诉我大家没有人不怕疫情，每个我问你，如果有些人听到哎呀某某人中了那个 COVID， 你会不会躲他？还是哎呀我对他中了 COVID， 你还去找他抱他吗？对，所以每个人都很怕疫情 COVID， 每个人很怕，你怕你有办法，你要保护你的细胞，保护你自己穿防弹衣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什么？你看，重整你的军队，增强你的防疫。你看这些东西是保护。所以安利公司太好了，这些产品告诉我们去救我们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全家人罢了。你哥哥要健康，你爸爸要健康。所以对老师说什么呢？我很健康，我能让别人健康，我正在传播健康的路上。每天念，我很健康，我能让别人健康，我正在传播的健康的路上。哎呀，很幸福。这三样东西没有人不要的，不要的。健康没有人不要，没有人不要，没有人不要。这三样东西罢了，太简单了。所以呢，安利真的很简单，做好代言人，改变自己。我已经60岁出了，一点点，太快乐了，因为我有最好的产品，对不对？然后其次，安利到底什么？很多人说怎样做？其实这什么？老师说方法，就是热爱安利产品，换个产品用。你不做安利，你也要刷牙嘛？来讲的，就是很简单 ，shopping 罢了，把自己弄得健康美美，你自己健康美美，你爸爸妈妈健康美美，你孩子、你老婆、你姑姑、你妈妈、你叔叔、阿姨，自己家人，安利是家业，全家人健康就等于你健康，全家人健康就等于你健康，健康就是财富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然后接下来很简单，刷刷牙、洗洗脸，你这么难吗？刷牙洗脸你不会吗？要口才呢，刷牙要口才呢，刷牙要口才呢，冲凉洗澡要兴趣咩？哈，人家乱讲你乱听，人家乱讲你乱听，你乱讲。对各位，不要被那些无知的人影响，真的非常感谢。你看就是这么简单，你做得到的事，
你做得到的事，老师说甘需。你做得到的事，你必须做的事，对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刷刷牙，洗洗脸，健康不是一个人健康。老师一直千交代，我这两年来非常老师点我，不是一个人健康，带一群人健康；不是一个人美，带一群人美。这么简单，复杂的事情简单化。老师一直说，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复杂的事情简单化。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复杂的事情赚小钱，简单的事情赚大钱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健康美丽，没有人不要。你看，现在老师说的对，今天安利就什么，盯住四个家庭，四个家庭健康，四个家庭一起来学习，四个家庭健康，四个家庭一起来学习，不用口才，不用花很多的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老师的铁三角就这么简单，公司第一名。产品第一名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你的想法，要很感恩，很感谢。为什么你这么幸运？为什么我这么幸运？为什么我这么幸运？可以遇到第一名的老师，第一名的公司，第一名的老师，第一名的公司，第一名的产品。I'm so lucky。每天记得感恩，忘记抱怨，所有的一切真的是得来不易。记得感恩，忘记抱怨，告诉自己，所有的一切得来不易。真的不要再东张西望了。都没浪费时间，很多年轻人，哎呀，看这个，今天做这个，明天做那个，明天改来改去，转来转去，改来改去，浪费时间是你的。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 so lucky， 我二十岁我就没有再走冤枉路，我二十岁最点点我就走来安利，我今天不是努力四十年，我只努力三五年，三年到五年，三年五年努力在安利面，告诉自己我要快，我一口气做起来，我一口气告诉我自己。快点成功，让我家人过好日子，世世代代都有保障，一口气，不要花浪费时间东张西望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安利？因为安利是聚光灯。当你要什么都有，要健康有，要美丽有，要舞台有，要旅行有，要最后要助人也有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不用再东张西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一路上呢，我才告诉我自己，安利在我心中 number one， 安利在我心中排第一，安利在我心中排第一。我一定要想尽办法，办法想尽，一定要一口气把安利做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安利有六六大顺，安利有三赢：赢健康、赢美丽、赢财富。不要咩？赢健康、赢美丽、赢财富。做一个事业有赢健康、美丽、财富，健康、美丽、财富。OK，wonderful，nice to see you， 哈哈，真的，进来安利你，安利你就是赢家了。You are the winner， 我们就是赢家。真的，我觉得很幸福。你想想，这辈子在你左边、右边、楼上、楼下，有谁是赢家的带着你？有谁是赢家的还愿意走下来跟你分享？今天安利就是赢家，安利公司就是 world number one， 第一名的安利，第一名的产品，第一名老师，第一名的，我们跟赢家绑在一起，紧紧的抓住，紧紧的抓住。真的，老师时常说的，今日的你，今日的我，等于明日的你。今日的我，每个人都想变成老师，随心所欲，无忧无虑，神仙般的日子，真的笑傲江湖，扬眉吐气，光宗耀祖。感恩老师，感谢老师，世界的家人们，感谢你们，世界的 FC 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